好，各位观众，我们收到最新的画面，苏嘉全在这个彰化的造势晚会，在刚刚发表了谈话。蔡英文马上要抵达现场，从台南，从高雄一直到嘉义跟昨天晚上的云林县，今天晚上跨境的国民党执政县市，在彰化的造势晚会，这是在现在彰化的最新画面。我们进一段广告，马上联系到现场。真正好感动，我相信今天的咱电视。